位收看娱乐世界，港星吴绮莉1999年与成龙发生了婚外情，产下了女儿吴卓林，多年来独立把孩子抚养成人，但日前遭到了香港警方到家中搜查。有消息指出的是，女儿吴卓林报警通报招来了警察。据报道，吴绮莉23日晚间就被拍到带着几名便衣警察回到家中，她身穿绿色外套，脸上戴着口罩，双眼浮肿的她看起来神色非常的憔悴。随后几名戴着手套的警察就在她家中翻箱倒柜，看起来像是在寻找东西。站在一旁的吴绮莉看起来非常的镇定，非常配合警察的搜查。据悉，这次警员会上门是因为女儿吴卓林报警找来的。事实上，这次并非吴绮莉首次遭到警方上门盘查。在2015年，吴卓林曾在学校声称被妈妈打伤，校方随即报警处理。Oh.
的歌。